精彩尽在天元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解围棋甲级联赛啊。接下来为您带来这盘棋是由芈昱婷对阵龚子豪。我们先看一下现场的画面。芈昱婷现在还是江苏队的。芈昱婷是江苏。江苏。然后龚子豪是江西。江西。是。现在他们队都有点高。小米今年的今年的比赛的战绩是不是不是很理想啊？对，不是很理想。好像有看到这次围甲的在赛前吧有一个采访对每支队伍的。当时有提到小米的状态可能不是很好。但是这两轮还可以。这两轮还可以。对，这几轮还可以。这是陈贤。前面第一阶段的战绩不是很好。这是杨凯文。戴着口罩能认出来。杨凯文。这是陈贤吗？陈贤，对，陈贤。陈贤。往黄云松。黄云松的变相一。对。今年的韩国的万源也挺多的哈，也并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对对，只是把这个比赛转移到网上去进行了。是。范老师，你觉得这个网上下棋跟面对面下棋区别大吗？我觉得还好。其实前两年我也在网上下，就是我不是去维乙嘛，是。然后也是对了那个韩国的外援和日本的外援。就是上个月吧。对，就上个月11月份。对、对。也感受如何？我觉得还好。就是其实对第一盘棋下的时候是有点适应、没有适应过来。因为从来没有在网上下慢棋两个小时的对局。没有。然后后面觉得还好。后面确实觉得还好。因为面对面下棋的话还能通过对方的微表情大概揣测一下这盘棋的形式。是不是有很多棋手有这样的习惯，看看对方他这个可能他的脸。对，可能更有意思一点。我就是但是就对着电脑时间长了可能还需要起来走动一下。是。对。然后你要坐的比较舒服刚好的话应该还行。我觉得。差不多，感受差不多是吧。反正我可能经常在网上下棋吧，可能我觉得也还好、对。因为昨天的时候韩国外援刚刚也提到嘛，韩国外援的战绩特别的好，7胜1败。但实际上在近来的世界大赛当中就如果是中韩之战的话并不会这样大比分的差距。所以有棋迷朋友是不是在就是可能有这样的想法，网上对局可能韩国棋会更擅长一点。这个也有可能吧，只能说也有可能吧，也可能网上韩国棋手可能网上下的多一点，多一点也许对，就是都是有可能的吧。但是就是偶尔一次这样，其实七盘，我觉得也不是说什么特别罕见的事，因为韩国外援确实怎么说呢，实力其实能来咱们中国围甲当外援的韩国棋手也很厉害，是吧？都是很顶尖的了。是。对，然后咱们围甲的话呢，说实话，那个其实还有很多年轻棋手，就是并不是说咱们全部的都是那个一等一的那个，还有一些年轻棋手，他们还是在属于一种锻炼的状态嘛。所以就是碰到韩国外援，可能很正常，输了也是很正常，也不是说完全那个不能接受。我觉得是这样。好，那我们看这盘棋，这个棋是龚子豪黑棋，龚子豪的黑棋，这个是中国的一盘主将的内战。对，然后黑棋错小目了，白棋二连星啊。这个棋，黑棋现在确实直接点三三的棋也是比较多了，就是不守角点三三啊，也是比较多了。这样，这白棋简单的呢，在局部争叶先手，然后挂角，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个下法。然后黑的飞。然后白的继续挂，这个反正在以前的感觉就是反正挂完以后感觉拆回去就是又拆了这个然后又拆了那个，感觉在以前的想法来说还是挺舒服的，比较一个好点。对，但现在可能就是电脑可能觉得就是小目手脚可能是更大的一个地方，就
这个可能是现在和以前的对棋的理解的一个不同。现在这个小目的手脚是大飞手脚普遍比小A手脚多一些是吧？这个应该是二尖跳应该是最多的、哦、现在。那比二尖跳少一点的呢可能是大飞和跳。嗯最少的话呢就是小飞小无忧角了。嗯因为无忧角的话不是有被各种尖冲啊靠啊什么一些、啊、一系列的觉得稍微有点小。嗯觉得这个子效不高、其实也差不多其实我觉得也还好对其实也还好。今天上午还下了一盘我也就小飞手脚就无忧角就小飞手脚、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都差不多。对白棋是走的这个。白棋对白棋没有、对。然后黑棋。黑棋走这个。对就感觉黑棋如果之前认知也觉得这是好点进下这头又是。是又对又限制对方的拆边。限制这头对。就是如果说你走这边那可能白的飞压两下然后黑棋比如说你飞出来那白的可能他再回来的话可能觉得白棋这几个交换便宜了比你手脚他就便宜了。对黑棋肯定不肯。然后黑棋就加这个。白的飞压啊，这盘棋黑棋是跳出来的啊。其实现在下的更多的好像是小飞，电脑好像更推荐小飞这个，就是好像他这个觉得小飞这个棋形比跳一个更厚一点，连的更踏实一点。跳的话，可能将来这种冲断什么的，电脑觉得。有点问题、还有脚上对拖三三、对是吧对或者上面各种压的先手他这个好像飞的较多较多对这个大家应该熟悉就是前段那个深圳旭跟柯洁的棋好像有一盘棋对有一盘就是飞的嘛然后后来深圳旭是飞压过来的对这盘棋是选择跳我觉得也正常然后白棋是逼住逼住给他加进来这两个人的棋风的话怎么说呢都是比较力量都比较大这两个人应该现在年轻棋手力量型的是会更多一些是不是应该是感觉力量大的很多呀力量大的很多但反正这两个人肯定都是善战善战对这个棋对姑子豪是很著名的然后正过来这棋也是双方气势也很足就这个地方黑棋应该也只有走然后接下来黑棋是跳的平跳平跳这种棋说实话我确实我下棋的话觉得挺害怕的就是觉得自己是怕黑棋这一方是吧对对我觉得有点掌握不好我觉得是不是攻不好觉得可能是会落空就是反正就是黑棋说白棋我都怕这个棋对就是黑棋我怕死然后白棋我怕攻不好然后就没了这棋怕死浩洋老师我觉得你是谦虚了是吗就不是那就可能是活不好对怕活得不舒服怕活得不好对效率不高这飞一个这地方他都不动直接飞一个他是觉得动两下亏了是吧亏了他觉得实战等于黑棋你没有动呢我就贴起来对于可能黑白棋觉得你贴起来你影响到这两个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他就没有压就压黑棋你不压那我就贴起来好白棋失败虎一个这要长那么白棋这黑棋拖先一手的话这个里边安全问题还是是不是真的要死了呀这个棋看着眼位并没有那么丰富那要死了白黑棋能接受吗这个棋死了的话我们如果手割一下这两个子拿掉白的拿掉一个子这样感觉白棋还可以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感觉白棋效率还可以啊白棋这样效率如果都能围住的话等于实战是杀在这里的这两个手割一下啊我怎么觉得白棋还可以啊这个棋实战黑棋没走了黑棋就这么弃掉了是吗啃吧杨老师我感觉如果都能吃干净的话还是挺舒服的就是不知道这里边以后会不会有什么手段我感觉这样应该是挺舒服的挺舒服的实战没走实战脱先了
来自于压力、哦、那看来明星肯定觉得如果把你这吃干净了我的效率是可以、嗯、完全可以接受的。那黑棋就是想弃掉了，黑棋应该是想弃掉了。觉得我觉得白棋好，如果白棋我能下成这样，我肯定我就不害怕了、嗯、相当满意啊。不是我就不害怕了这个棋我就我对这非这个好棋是吗？如果因为跳的话，其实当初如果跳的话就是第一感是跳，但是他这个棋他靠了靠船，然后你搬，那么这样他就出来了，那么他就等于就打了冲出来了，这样这第一个图看的应该第一个图、嗯、他飞在这儿等于如果你还是这么下的话，他是不是你就出不来了，他的意思你看你打一个粘上就放在这儿了、啊、对这个子好一点啊，这应该是他飞的一个意图，嗯啊，第一杆肯定大家都是应该跳过来啊，所以这棋确实挺难的，就是就不太敢这么下，就是下棋的时候实战等于公子豪就弃了，但我觉得弃完以后应该是黑棋好白棋好，我觉得白棋要好一点这一棋，当然具体黑的怎么走不就挺难的这我觉得如果吃了肯定白棋效率还是蛮高的嗯，然后对双飞燕现在电脑出来以后其实双飞燕你觉得以前觉得特别厉害，现在好像觉得没也没太、嗯、还好也还好对 嗯也不是特别厉害啊，这棋白的还有靠一个的手段局部嗯还有靠一个嗯靠一个话黑的冲的话然后粘上，这也是电脑经常推荐的一个图，那现在下成这样子我觉得也还行呢白棋嗯，你就搬白棋这个方向还行啊，白棋这个方向对感觉还行，但是黑的是不是现在有可能搬，有可能不知道，但搬在平时的话白的虎住然后黑的打吃白的接上，这样的话白棋我觉得比接上效率要高一点、嗯、我感觉要高一点，现在白的黑的加接上，黑的接上的话白的就搬一个，反正这个局部我觉得白的比单接上效率好，这个双在这儿的棋形也是比较好，嗯嗯，也不知道他怕什么，反正实战他是接上这个，嗯，对，实战是接的、嗯，反正有这个靠的这个手段，黑的尖，来了尖冲，嗯，这尖冲，啊，尖冲，我上过一个套，嗯，他们冲断，然后他断这个、嗯，我也上过这个套，啊，你也上过这个套是吗？对，啊。这个是就当时尖冲前两年了刚出来的时候这个变化、啊、跟周鸿祎下了一盘。啊周鸿祎。周鸿祎当时还小但是他对于这个了解很深、啊、AI 了解嘛、啊、然后我就这么下的。啊、然后他一断我没敢打这儿。啊没敢。我觉得他有套路我就打的是这儿、啊。然后听说亏了一大把。啊、就打在这儿可能比你还不如你打那个呢。我实在是这么下的。然后他打了、啊、然后一打。一跑。然后一贴。然后拐吃、啊、然后被蒸死了，然后被蒸死了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就前两天，前两天对我当时我没懂他要干什么，然后主要在网上下，然后那快棋对嗯，所以这个飞照冲断不能冲断，就不能冲断，好像对不能冲断，怎么样都不好嗯，不能冲断嗯，现在这个套路很深呐 啊一不注意就是中套了，切贴了贴啊，贴了贴，哦，搬下来是什么意思？弃子啊，弃子，黑的断白的就一段弃，一通弃子，这样。舒服吗？嗯，舒服。对，我觉得白的挺舒服的，白的主要这个靠确实是挺舒服的。嗯、这样把这盘棋吃干净了、啊。然后上面这台先手，嗯，就可以吃这个子，是不是觉得不便宜是吧？不便宜，嗯，白棋搬下来，那确实很厉害，搬下来。那他黑的是不是跳一个？
这班怎么关键怎么防呢？虎一个，虎一个，他不能冲断了吗？不能冲断了是吧？不能冲断了，还是能冲断？能不能冲断？他实战是实战是冲断的，是挺想冲断的。就是冲断白的黑的肯定是要刚住这个呀，因为你如果你立的话，好像没棋啊。那这里边没棋？对，是没棋，暂时没棋。哦，也不是，好像是哦，他暂时我有一个班好像。班你要吃的话就吃出来了。班我如果打下面呢，你打这个然后退，我粘上，你粘上我，这样的话我好像气很长，脚上是不是是不是有点东西，不知道，暂时没棋，走一个，脚上尖一个，实战是飞的，飞飞，然后就把这只补了。这地方应该有棋吧，白的是不是需要补一个，补了吗？没补。哎，那这黑棋便宜了，比单吃便宜了是吧？他觉得这里面有棋，还是如果没棋的话不是亏了吗？感觉还不如这样让他顶一下，等于你吃一个飞接上，是白棋便宜了，白棋便宜，白棋便宜了。如果这没棋的话，啊、哦，这有没有棋？可能有点棋，但这地方还是虎在这儿了。这种感觉黑棋郭老师有点问题啊，这个棋。我感觉现在这样白棋不错，白棋感觉下得很舒服，至少。拖吗？我拐。拐了飞。拖活在脚上不满意吗？还是他觉得要冲击黑棋？这本来我拖一个应该活得挺好的吧，我就拖了搬一个。活得挺香的呀，感觉。还可以。然后黑棋接下来走什么呢？对啊，有点难选。这样不香吗？要拐出去啊、拐黑棋拐，然后白棋飞。就是可能老米觉得我这个地方还要整体的威胁一下黑棋。还是说白棋？就是这里边走完过多的子之后，黑棋这边有子，因为我刚刚看到他们后半程的这个啊，黑棋在这里边动出了、动出了是吧？啊，这边先是、对靠一下，然后尖了一个，直尖。因为这个地方要不动出的话，确实白的效率实在是有点高了。是啊、有点高了。对，所以刚刚白的是不是怕担心这边子多，对那边有影响呢？有可能。实战是挡，哇，看到了一个打劫，打劫，尖一个，好，开劫，打上去啊、然后打上去，打上去，打上去，那劫呢黑棋，踢了，挡住了接上，接上黑的接上是活了是吧？不肯，还是没活。接上你得吃吧？不吃也吃。这黑的活不了是吧？顶，然后我肯定要杀你。外面是啥？七，还不一定活。
这个地方暂时还是出不来是吗？哎，我是不是有可能断着杀你这一期？断着杀，嗯，打勺子了，打勺子了，有妙手。煎一个，这是为什么能点出来？哦，我再打一下。哦，还出？不见得出得来。出不来。嗯。哇，这计算有点深刻了，他这个，好像是活不了，嗯，是活不了。啊，这个，所以黑的现在还不能粘上，粘上因为能活，感觉还行。然后靠了一下，啊，就算了，就算了，就算了。没办法，粘局部活不了，差一点，就是差一点，就淡淡的粘上吗？这个棋，那怎么感觉又亏了黑棋？嗯、这个主要也杀不掉白棋啊。二路爬得很开心，这黑棋上面所得有限啊，主要黑的不粘这个角上也许能吃掉、嗯、但是可能被冲出来也是得不偿失，就是黑棋这一串的操作的话肯定是亏了吧，局部来说亏了吧，就是其实就这地方稍微便宜了一点、嗯、但是外面这地方等于全被拔了，这边还靠还损进去了，走特别厚，对，把白的主要走得特别厚，现在主要我们要判断一下形势，感觉黑的应该是白黑的这个九是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三，二十三，三十三，三十五，全盘大概四十目棋，白的这一块儿四六八十十四，二十，这块儿也就四十目了。嗯，目数，白的这边还有一些，肯定黑棋，我觉得目数肯定有点问题，现在。黑的走这个，白的再捞一票，这尖确实很大，这尖局部就活了，然后目数也很大，就其实大家平常下棋的时候这尖一个感觉也特别大，就是没事的时候比如说黑的这边有什么拆二然后拆一这种就尖一个都特别大，嗯嗯，切完局部基本上已经活了，白的黑的搬了连扳这种手段基本上还是不太害怕，嗯，他也是在间接的把这个冲断防上，就是我接完以后这上面其实就无所谓了、啊、已经清了、就清了，不重要了，对，你冲我可能我都不理你了、嗯、对，我都可能都不需要再理你了，补棋的时候要走在木上、嗯、对，那现在黑棋等于是现在只有上面那三个子走的这个，要攻不到三个子感觉木数是有点堪忧的黑棋、嗯、靠靠了几，靠了几黑的虎啊，粘，哦，这个时候选择了粘，就平常的时候其实这个棋形一般都是虎，然后黑的白的扳，然后黑的退一个，正就是局部定型，现在可能黑的觉得要被你扳一下你就活了，因为本身其实在平时的时候如果你粘就是黑的白的扳一下接上然后你吃，然后被我把头扳过来，就其实白的会靠的时候正常来说可能是在发展这边，其实那么如果平时的话像是这样你扳然后我长，等于我这边现在棋形基本上很完整，白棋那我这边肯定发展很好，而且将来打吃完了还有断，嗯，就这样的话局部其实黑棋是亏的、嗯、就是局部本身黑棋是应该虎，黑棋不满意是吧，对，但他现在黑棋可能不太满意，黑的要粘上去攻击一下，攻击一下白棋，嗯，扳完了虎，完了虎肯定要吃了，再搬吗？嗯。哦，好次序。便宜了是吧？
就本身肯定比直接搬，等于我现在搬虎，你觉得黑的会吃这个吗？嗯，不会，没有会吃这个了，对吧？就如果先下成这样的话，先下成这样的话，我再黑棋白棋再搬虎，你肯定不会吃这个。对，啊，对，这个棋也是好棋，对，这两下交换白棋。主要眼位上也丰富一点，眼位上也丰富一点，他目数上他也不会亏。其实你将来你提了我，就是你等于打拔了一个，啊、对，嗯，是，嗯，下得好，这看着这老米这个状态可以啊，嗯，这点完不会要跳过吧？不是，点完之后，点完再搬，搬完枪，嗯。这样黑棋好像是很难再攻到白棋了，只能比目，但我觉得比目没有鱼啊，对吧？比目没有鱼，没有目是吗？对，比目没有鱼。这感觉处理的很漂亮啊，白棋这块棋，这块棋制孤的很漂亮啊。我觉得白黑棋是不是还是应该火、啊、这一棋，还火就算了，感觉。将来这个段一直是一个隐患。这个段其实就是你这打，我们看到打吃先手，我段你只有吃这个，要不然我尝试先手。那么我跑一下之后，这黑棋显然这个地方是非常薄的。对，这将来啊，就直接打完长，就肯定已经出棋了。对呀、啊，就是你我这咋走肯定你都扛不住了，就是你这个地方肯定是有问题的啊。这个段肯定是差手棋，实战黑棋还是要继续的去冲击白棋，因为现在黑棋对于形势有还是比较紧，那没有办法，吃一下。虎，点这两个不能给吧？粘上。嗯，这两个不能给。哇，那这就是最后的战役了，这个地方。尖、啊，没，喂、哎啊，对，我刚刚以为是我看错了。哦，嗯、哦，这个可能没办法，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啊，这个其实如果说你把这三个连上，那么我断，你不是我就不用断了吗？我就尝一个。嗯。啊，那不就是加跟断、啊、两个必得七了是吧？对，嗯，这个我们常说的 A B 见合，这个对，嗯，啊，所以这个下了一个拱柱，虽然是鱼形，但是很好用，好用吗？我们看接下来两步棋吧，一起来看、嗯，觉得这个棋更有意思了。嗯、断的时候黑棋再拱，对，又拱了一个。这是什么操作？嗯，这个棋呀、啊，嗯，这棋黑的只能往这儿走，那这棋还下啥？这只能拱这个，是为什么呀？黑棋如果就吃这个呢？啊、对呀、啊，如果就吃呢？然后白棋跑两下，嗯，先跑了不亏吧？嗯，跑了不亏。下来就是，他是怕被搬一下是吗？这个棋。可能，但你拱住我不是也能搬吗？对，没饼，没，或者是说他怕长一个长，因为你确定能杀掉我吗？然后加长这个，再拱住，拱住，就粘上，一二三四。哦，你要跳这个是吗、嗯？跳这个我只能再拱哇，这个棋形哇。那可能气，可能不一定够了。我那上面是武器啊、哦，对，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对，然后是高棋，嗯，不行了，因为我们说黑的如果走这儿的话，这样还被罩住了，是吧？这个，嗯。这个好像是出不去了，嗯，出不去了，
这棋你要往外冲，冲，然后再冲，冲这个，冲，冲这个，粘上，粘上，再打，再打，屁股后边打啊，这就没了，啊，没了，啊，出不去了，我这算算路太深太深了，这个受不了了。嗯，算路太深，所以这棋黑棋现在就只能弯在这儿，压的话，长的话就夹不住它这个了，啊，就夹不住它这个啊，这边这个地方你也夹不住。对，虽然现在白棋直接断这三个子是死的，但是被黑棋扳住，不肯，不肯，对他不肯，能活倒是能活。嗯，他应该像，他应该看一下，嗯，断一下，断一下，应该要扳一下吧？我觉得扳一下是不亏呢。哦，断弯，然后白棋断。啊，粘上，啊，就粘上了是吧？对，就粘上了啊，就粘上了。这下断完之后，白觉得已经局部上，那就不会了啊，确实便宜太多了，不是便宜一手棋，我感觉快。这黑的将来走不是直接只有吃一个吗？这黑的这棋杀成这样，这两个弯给我们诠释了一下，这个鱼形有的时候也很好用。是好用吗？还是我怎么觉得他打勺了？无奈之举是吧？对啊，这样我怎么觉得是郭老师打勺了呢？这下呢，这样不是肯定亏多了吗？感觉黑棋，那搬白棋就猴把这个地方做活。这黑的不是啥也没走着吗？我感觉，这黑白棋活了七目，不是美的不行。啊，贴在这儿，贴在这儿，肯定老密肯定要动出了这题目。顶一下，顶只有拐，灵活的一跳，顶了一跳，嗯，他没有把这些都俗掉，俗掉被尖住了，现在你不能尖住，你尖住我一冲，给你玩个花的，我可以粘，嗯，所以算路还是深啊，这两下先没过瘾，对，这个俗手不能打掉啊，这个我们下棋的时候也要注意俗手。绝仙其实有的时候是可以保留的，但有的时候也会保留出问题。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要能保留就保留一下。贴。贴一个。这只能长，这没办法。对。这个刚才我们说的，有了这个尖，这上面白的就轻了，就是你上面随便吃我也无所谓了，都不要了。对，我这尖到这儿目数还是巨大，是很奇怪，拐，这是又发力了。我发现他们棋确实就是特别特别喜欢发力，我这棋觉得有的时候觉得没必要的时候，他总是要发力，继续的发力，狠，确实，好棋，冲一下，冲这个吗？嗯，这我没看错吗？嗯，对。你没看错，我没看错，对，是冲到这儿。冲这是什么？真的就是要这个了，是吧？这个搬连搬，我刚才说的不太可能的棋要来了。哎，那冲的话，白棋啊，白棋如果吃的话，你就是你要立，我肯定局部我是活不了了。嗯，你肯定就来这个了。打劫。嗯，肯定就是来这个了。刚才我们说不太可能的棋就来了。那打劫，我觉得白的也不惧。不太惧，我觉得黑的其实就是一枚劫材嘛。对，黑棋刚才粘一个，你不粘，我也对，俗手粘一个俗手，对，不应该粘。少一枚劫，少一枚劫材，可能也没想那么多，嗯，没想那么远，嗯，白的贴出来。其实现在白的没有必要想着去吃黑棋啊，白的现在就想的是怎么把自己这两块都活了就行了，其实，嗯。啊，都活了，黑棋控肯定是不太够了。嗯，
因为不怕病不怕黑棋活啊，这棋。这个棋搬了连搬，嗯。黑棋又开启，后悔的一枚劫财失去了，粘上吗？打一下吗？打一下，亏了一枚劫财，亏。你看，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绝仙的这种，就亏了一枚劫财。对，这个粘没有必要，应该也不至于打僵，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就当时其实我认为，顾子豪当时其实已经有一点绝望，就是。没有那么严谨了，已经。对，就情绪上已经受到了波动。对对对。心情不是很好，是吧？就这时候活的时候，其实，反正我觉得我下一可以赢了白棋。然后打完之后，棋回来之后，白棋是断了一下嘛？断了一下。断一下，这在黑的手里，这断没有办法，这断这三个肯定得要。然后可以找着这个劫材挖一下。挖，对。把它跑一下，给予致命一击啊！你打我一提，应该是没劫了，这地方肯定没有劫了，那上面吃那个也不行啊。对，这也不是劫是吧？这我只要我能出来，你肯定也。他实战等于是搬了一个，然后没开劫，然后黑的白，其实跟开劫也没什么区别，就对。然后吃，这棋应该看清了，白的只要把这活了就可以了。被贴，接上被搬，那么黑的就搬。这是不是不行了？然后。赔拱住啊，这还要杀出来，很顽强啊，顾老师，这个自己啊，这里边还是个劫是吧？还是个劫，对，他也很顽强，主要他杀出来是要杀白棋，这个中间这一跳应该没了吧。啊，没有了，不能再走了。这个劫最后一手，主要是这外边感觉这一跳完这一尖，可能黑的外边已经死了。这因为我说黑的贴，我白的这一尖外边好像已经死了。这还是个打劫，我觉得主要他这个粘，说实话，其实可能跟胜负也没什么太大关系的。就他就算多一个劫财也，也无所谓了，可能对。就这一代黑棋。下的是有问题的是吧？就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其实攻击本来很难，主要这一代我觉得老米下的特别精彩，我觉得他这块是智沽啊，智沽完了，其实黑的当时黑的我觉得已经不太乐观了，其实就下的很简明啊啊、我觉得老米这盘棋发挥的非常好，这从一开始感觉就已经控制住局面，然后这一块尖冲完了搬一下一冲断，感觉是非常流畅、是不是黑棋这盘棋主要是就是布局的时候，对，我觉得这有问题，我觉得这个地方这两个就这么轻易的死掉，应该是黑棋应该是亏了，但具体真的不知道怎么下，我是比较难，我也不太会，感觉死了还是亏了，黑棋应该亏了。后来基本上被白棋应该是掌握着局面，一直都是应该是好局，是小米这盘棋发挥的很出色，好局，对，好，那我们听听看小米对这盘棋的这个心得体会，我们看到他的赛后一段采访，他有采访，对，那个小米好，恭喜三连胜，最近这个状态有所回升，先说说今天这盘跟顾子豪这盘棋吧。今天这盘棋可能布局还可以，后面一直都很复杂，现在还说不太清楚，得回去用 AI 再看一看。之前呢，觉得你今年的上半年的感觉状态有点不尽如人意，这个好多比赛都输掉了，你是对这块你的是不是感到很大的压力啊？对不对？压力确实有一些压力，不过也还好吧，我觉得，这种事情确实是今年确实是我成绩最差的一年，不过反正也过去了吧，应该说是。那个
现在你们队儿随着你的成绩相对来说是已经开始有所好转了，因为你在毕竟是在主将位置上这块儿，然后对于后半段这个常规赛也没有所期待啊，希望能达到什么样的那个名次？就争取一盘一盘赢下去吧，然后如果能进前八就最好了。好，我们刚刚看了一段小米对朱安琪的采访，太淡定了。他就说布局还可以，他确实应该是前面还可以，跟郝勇老师的感觉是一样的，是吧？应该差不太多。对，后面确实也没有看到黑的有什么明显的机会，基本上，确实状态恢复了，恢复是三连胜，这个阶段三连胜，再会三连胜，对，第一阶段状态不是很好，是。不，这盘棋确实是发挥也非常好，发挥非常好，没什么太大，也没有给顾子豪很明显的机会，是不是？对，可以啊，希望他们可以一直保持到这个状态。不过郭老师啊，状态不太好，希望他也可以尽快调整吧。是因为这个比赛确实赛程也比较紧张，也比较密集。可能对于棋手来说的话，调整状态也是一个考验。对，本来是正常是应该有一个缓冲期嘛，这等于说是没有缓冲期，直接要进行到下一轮了。确实，各方面都是体力，什么都是心理，都是很大的考验。好，那我们今天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好的，好，那我们下次再见。再见。